在台湾读艺术学校的时候，我是主修戏剧的，我喜欢演电影，所以那阵时想着毕业之后自己会做演员。之后呢，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唱片公司试音，一试之下公司觉得我都挺适合，而我呢就觉得这行都挺好玩挺新奇，所以就试一下咯。你哋咪睇我平时斯斯文文咁，其实咧我都几中意揸快车嘅。好嘢，咁系咩嚟噶？吓，就系我将来演唱会个飞啦，希望尽快就会举行噶啦。抢！啊，开演唱会咁大件事，梗系要做到最好先至俾你哋睇啦。如果唔系，咁点算系十全十美演唱会呢？的寄托，不做谁和谁的负托。